前面这是条海蛇吗？游过来了，哇，它一直在扭动着身体，就跟蛇一样。上来吧你，说了还活着吗？这只小海兔好像不行了。哎呦，装的，这个小马达还挺有劲儿的。水里面发现一只拍大星，这家伙怎么都变形了？这是被谁挤的？你看它的背面有好多的小触角，这只螺壳在这些石头堆里啊，还是挺显眼的。上面还有很多的犄角，就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吧。海里的螃蟹真是千奇百怪，然后这啥动作？不要乱想，这可不是一坨，这是一只大海参啊！收，看这个鼓包造的程度啊，肯定是不小的。挖出来看看，哇，这么大的肉啊，太肥了吧！必须挤一下，还是挺解压的。这只鲍鱼的壳跟周围的环境已经融为一体了，你要不仔细看，根本就发现不了它。海洋生物啊，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。这是一只刚出生没多久的八爪鱼宝宝，有点小可爱吧？喜欢它的小伙伴，打个666吧。